9月29日下午，吴尊在微博分享了一则女儿内内和 Max 跳舞的视频，并配文：“分轮海时期应该请内内和 Max 来当我的老师。”视频中，内内和 Max 手舞足蹈地跳着 PPAP， 很是强劲。而一旁也有一位穿着家居服的女性一直注视着姐弟俩，网友猜测可能是吴尊的妻子。据悉，由于之前吴尊的妻子一直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，而吴尊此次发微博也是删了又发，疑似在保护爱妻不被曝光。